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碎片集，我是十四。感谢 Procreate 团队能让我提前体验到最新版的软件，所以在本期的视频中，我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5X 有哪些新功能和新体验。老规矩，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请把支持两个字打在公屏上。接下来就开始吧。喷射滤镜应该是这个版本最核心的功能之一，简单的来说就是可以利用 Apple Pencil 作为画笔来处理图像的特效，所有的调整都是可以通过图层和 Pencil 两个选项来进行选择的。例如我选择高斯模糊，这时候我画过的部分就会被模糊掉，相较于之前只能使用图层，这时候就会便利很多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指来进行这个参数的增加或者减少。接着我们来试一试故障艺术，同样我们选择 Pencil 模式，这样我就可以通过 Pencil 的笔记来调整我想要调整的地方了。渐变映射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很想在软件里面体验到的功能之一，这里给不太了解这个功能的同学科普一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首先将图片变成黑白，然后以明度作为标准，将整个画面分为暗部、中间调和高光，接着通过你选择的颜色将画面中的暗部、中间调和高光区域进行智能上色。我们点击方框右上角的加号，就可以进入渐变映射的颜色选择了。这个渐变条从左至右分别代表画面中的暗部、中间调和高光区域。例如我现在将暗部赋予红色，将高光赋予蓝色，这样画面就会通过我选择的颜色进行呈现。同样的，这个功能也是可以通过 Pencil 模式来进行绘制的。我们选择 Pencil 模式，然后选择一个边缘比较柔软的画笔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画笔来调整画面中我想要映射的部分了。在前面的功能介绍里，大家也能看到调整功能里面多了很多全新的滤镜，现在就带着大家依次来体验一下。首先是泛光，简单来说就是将画面中的高光区域进行一个光源的溢出效果。同时下方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，我们依次来调整的试一下。第二个是故障艺术，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赛博朋克风格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效果，这次可以通过软件自带的滤镜进行添加，也是挺让人惊喜的。我们可以在下方看到有四个标签，依次来看一下这些不同的参数对画面会有什么调整吧。接着是第二个波浪，然后是第三个信号，以及最后一个发散。然后是第三个半色调，这个功能其实是通过网点的大小或者疏密来表现画面中的阶调，是一种已经诞生了100多年的表现形式，现在在复古插画的范畴里面经常见到这种表现形式。它也会有三个不同的标签，分别是全色、丝印和报纸。最后一个是色相差，这个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RGB 分离，也是赛博朋克风格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。现在 Procreate 终于可以支持小窗参考图像了，我们可以点击操作，然后选择画布，打开参考后就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的缩略图了。同时这个浮窗也支持任意的拖动、放大或者缩小，特别的方便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标签图像，这个标签是可以通过相册或者文件来导入自己想要参考的画面，同样也是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，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暂时只支持一张图片的导入，希望今后能支持多图导入。如果大家有手动吸色创建色卡的经历，就会觉得添加色卡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，但有了这次的更新，体验上就会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点击调色板的加号，可以发现有四个不同的选项。我们先来试试从照片中创建，当我选择好照片之后，软件就会通过照片中的色彩自动生成一个色板，但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画面中颜色比较少的情况。接下来我们体验从相机中新建，点击之后就会进入相机的 APP， 点击拍摄
就像之前一样自动生成一个色板。最后 Procreate 也支持 Adobe 的 ACO 和 ASE 格式的调色板进行直接导入。为了调准的精准度，这次 Procreate 专门对变换工具进行了重新设计。点击变换工具之后，就可以看到标签下面多了一个对齐的按钮。在打开对齐开关之后，画面终于可以进行垂直和水平的居中对齐了。如果我们调整距离的数值，画面就会在相应的距离下进行自动的吸附对齐。点击锚点之后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值的输入来进行更精确的调整。在过去的版本里面，如果我们想要将选区中进行填色，通常我们使用的都是 Color Drop。 在 5X 中，我们可以直接选择颜色填充功能，这时候我们任意选择颜色，选区内的颜色就会跟着变化。 iPadOS 14发布之后带来了新功能随手写，在 Procreate 中也可以体验这个功能。例如我们直接涂掉文本框中的文字，文字就会直接被删除。接着我们试试手写，写完之后它就会自动识别成文字输入在文本框之中。关于随手写这个功能，大家可以更新 iPadOS 之后跟随系统的教程来进行学习。在这次 5X 的更新下，速选菜单终于支持多个数量的配置了。我们点击中间这个按钮，接着点击加号，就可以创建多个数量的菜单了。我们可以通过自己不同的创意流程，将这些功能依次的填到速选菜单中。最后一个功能是模糊画笔。在七笔的分组下，我们可以找到混色画笔，它可以与底部的颜色进行混合，特别的适合在厚涂中使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，可以点赞、三连、加个关注。那么咱们下期再见。